来吧，先热身吧，围个圈，拉拉拉什么？拉大便？拉这个？哇，做了一个叫做大象的动作，是做了一个大象的动作。好，自己的爸爸或妈妈坐在自己的小孩的背上做俯卧撑五次，不行了吗？女生坐不起来的，起得来吗？他能坐起来，他没可能起来的。起来你开国际玩笑，你没可能起来的，真的。你怎么坐那边呢？坐屁股吗？你怎么坐那边呢？坐屁股吗？屁股也起来了。一下。我太重了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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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肯定没有爸重，可以的，有技巧的，肯定没有爸重，有技巧的，你这啊，我这啊，好酸啊，哇，一样的，不是，我们都可以做，哎呦。爸爸来，老妈来，老妈，哎，画面是不是太和谐了？好了，老妈可以起来了，可以了，是不是大家都热身了吧？